一带一路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，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倡导开放包容透明的精神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决定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，增进双方人民的福祉，这原本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。澳联邦政府无理否决维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，肆意干扰破坏正常的交流合作，严重损害中澳关系和两国互信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已经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，中方保留对此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。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，客观理性看待中澳合作，立即纠正错误，改弦更张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使原本就面临严重困难的中澳关系雪上加霜。